难的动作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诗诗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五段太极剑第三段内容的学习。第三段开始进入到这个套路的高潮部分，难度有点高啊，有点复杂。希望大家认真的仔细的看细节动作，在视频的最后有慢动作的代练，大家可以跟着多练习几遍。好，下面随着镜头一起来学习吧。独立上次预备，步步穿剑。一，撤步背指提剑。二，绕臂瀑布穿剑，方向西南。蹬脚前刺。一，起身虚步捧剑，方向西北。二，又蹬脚前刺。跳步平刺。一，曲蹲落脚，送剑，方向西北。二，跳步分剑。三，上步弓腿平刺剑，转身平刺。一，后座收剑。二，捻脚转身上步，方向正北。三，弓步平刺，行步穿剑。一，转腰后领剑。二，转腰穿剑，盖步平崩。三，行步扣脚。四，行步摆脚。五，行步扣脚。六，行步摆脚。行步扣剑。一，行步扣脚合剑。二，行步摆脚分剑。三，行步扣脚举剑。四，行步摆脚举剑。五，行步扣脚扣剑。弓步下刺。一，上步提剑，方向东南。二，摆步分剑，方向东北。三，转腰上步，弓腿下刺，方向东北。好，第三段的动作我们学习完了，接下来大家随着我背向的慢动作一起来练习。瀑布穿剑，蹬脚前刺，跳步平刺，转身平刺，行步穿剑。行步扣剑。弓步下刺。